鸭腿儿，酱香大鸭腿儿来。我吃这个。嗯。啊，好不好吃？真好吃。你都吃这么多了，吃一个就吃饱了，是不是？是。妈，贵不贵呀？不贵，这一个才5块钱。这么便宜？嗯。那两个不就10块钱了吗？三个呢？三个是多少？三个不是15吗？5+5+5。那你算算八个多少钱？妈妈。嗯。可是不一。嗯。八个多少钱？39.9。好好学习啊。嗯。好好学习才能算出来。